Hello， 我是大叔，欢迎来观看阿诺1602的游戏影片。那我已经为了录制这个游戏失败了好几次，那不是变色问题，就是中途有点问题，因为这游戏很老了，而且说实在，我也没想到它 Win 64位也可以跑得动，也算是另类的奇迹了。那这个游戏算是模拟还有即时战略还有模拟的综合结合，那它可以玩竞争模式或是和平模式，那一切就看自己的选择。那有分两种模式，一个是单人游玩跟线上游玩，不过线上游玩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，那我们就按开始单人游玩了。那单人游玩有分两种，一个是训练还有竞争模式，那第三个就是漫长的旅程。那这个算是和平的模式，所以基本上我只打算做玩这个就好，因为这游戏过程非常的冗长，而且我也打算说只是拍一个简单游戏介绍。那接下来这下面有个分数只是好看的，那第一个是因为我玩过的关系，所以不用理它了。好，那这边输入名字，那输入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旗帜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游戏了。那在这我们赶快选择中意的岛，然后赶快去抢它，按 F7 可以加快速度。那这个游戏每一次生成的岛屿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如果花时间刷的话，我是不太建议的。An island has been settled. You have come upon a foreign culture. 好，这边有原住民。好耶，大家跟我们抢这个。A player is expanding his territory. A player is expanding his territory. 不管他的，既然都抢了。Refuses to allow a new settlement here.Under threat of war, this island's resources have been. 那这座岛屿适合种可可，还有这卡通有点忘记了，没关系。那另外一个是香料。好，我们不管这个烂电脑了，跟我抢地来。那进阶段，我们来把这个资源放上去吧。好，我们要准备。那一开始可以建造那个伐木场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造路一下，规划一下。那你们看到这个伐木场，它有一个范围的那个选项。那这个范围选项主要是说，它的在这范围选项内必须要有木头。那没有木头的话，它就没办法砍伐。那因此，我们可以在这它的附近尽量都种满的植物。好，那伐木场数量就自己决定了，因为看个人习惯不同。那再来是食物的来源，那食物来源有分两种，一个是狩猎鹿，那另外一个是钓鱼。那一开始我会建议用钓鱼啦，因为鹿不会生长，不会再增加，它只会减少。好，目前差不多了。那再来是建造市集，那市集是主要是扩展我们的活动领域，那我们就放这边吧。我们再扩展一下，因为有点小，因为跟电脑共用关系，哎，讨厌的电脑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建造
市民居住的地方呢？那注意一下，房子最好要跟道路做连接。如果说没有做连接的话，会造成一些很不好的事，例如说假如发生瘟疫，医生就没法到他们家去。好，那现在点的是你会看到它有四种东西，那这个是它的那个税收的高低。那我们可以一开始没什么要求，我们可以税收高一点。那这个是它要求的市民想要的东西，他想要布。那这个十字架代表说市民想要教堂，可以去做一些祷告。那这个下面食物呢，是代表他市民能生存那个高兴状态。假如说食物不够的话，他们人物会市民人会减少。那我们现在来建造教堂。那教堂一样，它有范围选择，那尽量全部都选到。假如没选到啊，它市民会以为说没有地方可以去上教堂。好，再来是准备生产一下那个布了。那羊的部分尽量地都平坦一点，这样羊才可以去放牧。那再来是木头不够。没关系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差不多，那我们就可以生产一建造那个纺织厂了。那如果有羊毛的话，它就会自己去拿。那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市民升级了，但是注意一点，就是它升级的话会消耗我们的资源。那一开始由于是工具是没办法生产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进口的方式来购买。那这个是调整进口的数量，避免说买太多结果破产。那价格由于是单机的关系，所以调太低的话，那些商人不愿意会进口，这很麻烦。那人民是越多越好了，因为税收就可以越来越多。但要注意，就是食物要很足够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民生物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他现在第二阶段需要三种东西：酒、雪茄还有香料。那这个地区只适合种可可、棉花还有香料，所以酒跟烟草要花点时间建造。那我等一下怎么建造会稍微说明一下。那这个是那个石头厂，那主要是它那个开发那个采伐那个砸那个石头厂来给它去采集它。好，那这个动画表示说，有人要跟我们做那个交易，那我们就先跟他交易吧。那这个我们跟这个白色不怎么样，好是因为我们跟他抢地的关系，不过算了，不管他。那刚才音效提示说，我的人民想要客栈，
那待会再做。那我们先来把那个石头厂给弄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先建造那个新的市集，但由于资源不够，我们先让人民先不要用资源。好，可以了。Your city grows and thrives。好，现阶段我们几乎都占了几乎整个的岛屿了。那由于是和平模式，所以电脑想要发动战争都难了，哈哈哈。送，跟我抢地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建造酿酒厂了。那一样，它有一定的范围要注意一下。那由于一开始没有葡萄，我们就先让它休息。那我们先来建造一下。那由于这个场地不适合，这个岛屿不适合种那个葡萄。那你现在看我这样左键压着不放，那这个算是类似有点投资部的方法。那这个只要压着不放，它就有几率可以直接生成，直接生长成葡萄。那只要这种方法一过以后，它就不再需要再担心说不会生长不出来。那但是这个步骤要花蛮长的时间，所以要稍微等待一下。那做这个投资部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金钱是不是很足够。假如说自己的金钱不足够的话，可能在没生长，在生长出来之前就已经先破产了。那目前看来我们的钱是很足够，就不用就在这边先等一下吧。现在有一些葡萄已经顺利长出来了。好，葡萄算是很顺利的长出来了。那我会建议说，金鸭在它的活动范围几乎都种，那由于我是介绍关系，就不那么做了。那再来是种香料。There is a shortage of alcohol. 那这个游戏是德国做的游戏，那后来才把它翻成英文啊。不过那么久的游戏还能跑得动，也算是厉害的。要是德国人他们做事真的蛮厉害的，那只是我胡乱的，不用想太多。
那我估计这些音乐应该是有版权啊，那就算了，反正只是做回味游戏，回味一下游戏而已。好，目前酒香料都有，我们准备再造烟草。烟草顺利的生长完毕，再来是制造烟的厂那个工厂，那我们就放这边吧。那进阶段我们会提高一下税率。45%就不高兴，那就40%吧。那刚刚说人民需要客栈，那我们就建造一个吧。好，就这边。那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仓库，增加一下容量。没想到对面电脑的生长速度比我们还快。资源都还足够，除了酒以外。A new city has been founded. 不过没关系啊，这游戏和平旅程就是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但之后就会跳到游戏画面去。那 Anno 的1602游戏的游戏影片就在那边告一个段落了。那这游戏要玩很久也可以很久，那要玩的很快也可以 很快。那这游戏就只是当作来回味一下，然后顺便当作来那个简单介绍一下。那么游戏影片就在那边告一个段落了，我们就下。